簡單，張國榮的磁帶 Stand Up。现在帮我们放这1986年江国荣的《磁带的声音》啊。三条歌给你听过吗？没有。可以吗？我一定告诉你头版跟二版的分别，因为同一个歌，不同年份，不同地方，不同心意，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你现在买就好像这个游戏就是冲茶叶泡茶叶，你茶叶不研究，你买了干嘛？差很远的，价钱不是差很远，但是味道差很远。这些都是您私人的收藏是吗？对了，这个是我盖的博物馆呢。哦，教育所有人都懂，我的一生就是奉献这些文化博物，很难得了，很多学员。